好，今天早上我们在第二堂，这一堂是特别真，就是预备给领袖的。你们可以回去了。那刚才我在路程的时候，一个 SM 就 WhatsApp 我 ，Pastor Daniel， 查诺，还有五分钟这样就要开始了，但是只有20个人在这个场地。他问我怎么样，要延迟吗？我就说 OK 吧，延迟10分钟。然后我就在另外一个领袖的 WhatsApp group， 有博寿哥、 Pastor Melvin、 Pastor Joshua， 所有的大领袖，我就说啊，这是我们的 CYC leaders。 然后我就说啊，好不好，我们等一下我会出来，还有人迟的话我们就关门，然后那些迟来的就在外面听，要不然就去 L4 开个电视给他们看。那原本今天早上我预备的信息是讲到星星，你问同工上面的他们都懂，但是在刚才那一个 WhatsApp 的照片的时候，圣灵跟我讲的是另外一样信息。我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 我在想，刚才如果今天是开放的话，肯定早已经满了。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下面的人比我们在上的人来得更渴望。可能你说 Pastor Daniel 不一样啊，我们要搭车，我们昨晚很迟睡，我们要带小组，我们还要载人回家。请问昨天2点睡的，2点之前你已经可以在床上睡的，举手一下。哎，继续举着。然后刚才你有准时到的，继续举。啊，很好。那意思说其他的都2点过后，那2点过后我计算，如果是因为载人，我们昨天10:30 Pastor Melvin 就护照完了，应该我不知道母堂在松埃龙，我们大概10:30我就结束了。我算一算，如果加上喝茶啦等等，开车载人回家，最多应该是2点应该回到家，不可能你喝茶喝到3点吧。然后你知道今天早上有领袖，那我们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训练。如果你说 Pastor Daniel 每一个拜六都这样哦，哎呦，你要怜悯我们啊，你要同理我们。如果是每一个拜六早上这样，当然可以同理，但是这是今年的第一次，我看不懂，可能第二次吧，不加那个宣教的第二次礼拜六早上我们有这样的聚会，而且只是单单给领导。这样你说领袖不够睡正常吗？正常的，没有的话为什么你是领袖？我也2点才睡，我是没有办法，是因为我要预备今天早上的信息。你问同工们，昨天我应该是半夜1点多才整理完今天的信息。你说 Pastor Daniel 不是早已经预备了吗？我也很想，但是请你跟我生活一个礼拜，你就知道从早到晚我也很想拿一个小时，有时候祷告预备信息。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一直在做门训，没有停止的，连续4个小时见4个人的，怎么样还有时间去预备信息呢？我也很想，但是因为我们是领袖，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任何一个借口。即使是睡眠比较少，我们还是要被提醒我们是个领袖。阿们，阿们。昨天晚上 Pastor Melvin 请问他讲了好多东西，但是他讲了一个重点，那一个重点是什么？ A willing heart。
我们说 a willing heart 是一个门徒应该拥有的，你就知道即使你睡少一点 you still have to be willing, you still have to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because we are leaders。 难怪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更成长，在我们的领导里面，我不是说不要误会，哎 Pastor Daniel 在责备，不是。既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 Making Disciples， 马太福音第28:19-20说，所以我们要去，然后使万民，英文是 go and make it is all make disciples。 换句话说，门徒是不会变出来的，门徒是不是他不是上一个课哦他就会出来，他会做门徒。 No， 门徒是第一 go 是一个动词，意思说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刻意。 make 是一个塑造， means there is a product。 比如说 cocktail 来，比如说我要让 cocktail 成为门徒，所以在我的画面里面我就有一个 end product。 比如说 Daniel Yeo 来，比如说 Daniel Yeo 是我的 end product， proven reliable， 从以前也是很瘦的，是吗？那比如说我的 end product 是 Daniel Yeo， so 我要 go and make the disciples， 我要让这个孩子变成这样的 end product。 身材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那所以好多领袖对于 make disciples， 第一很模糊，第二糊里糊涂，第三不清不楚。因为当你 make 一个 disciples 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 end product 是怎么样，抓摸不到，模棱两可，凭空想象。难怪我们好多东西都做不好，难怪你下面的人，你会发觉，我刚刚跟身培学生说，你会发觉当我们检讨小组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我们不够领袖，永远都是这个问题的。不够领袖是因为没有 end product， 不够领袖是因为你不知道 what is your end product， and 不知道你的 end product 是什么。 Because end product start from here not here。 如果我要塑造 Daniel 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门徒，So I have to be that product first, right? 如果一个 engineer 要制造 Toyota 的车，最新的车，在它里面有一个 product， 它不是叫人做，它是自己先制造那个 product， so that 接下来的人可以跟上来。所以 go and make disciples， 谢谢。 Go and make disciples。这一个当我们深入去思考的时候， There must be an end product， 然后你的 end product 是什么，在你里面你对门徒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对门徒的定义只是来聚会， Then that's it， 只是来聚会，他不需要准时，因为你的门徒定义是 来聚会。如果你对门徒的定义是服侍罢了，因为我们教会很缺乏人服侍，我们需要人服侍， then that's it。 你会看到你的同工他来服侍，但是他不一定有好的态度。
他来服事，但是他不一定要来小组，他不一定在感情上有见证。 See? Because 你的 mindset, 你的 mentality of leaders and disciples of him or her being the end product 是一个只是填满一些的空位置，或者是帮你做东西。 Meaning that 好多时候我们的 discipleship 一直想我要他帮我做东西，所以他是一个 mate, 是一个嘎嘎。 In the end 这个嘎嘎会 burn out。 In the end 你会发觉你的门徒，你训练的十个九个离开教会， right? 多少时候是这样？And why? 因为 all this wrong concept, all this not biblical. 请你找一番圣经给我，神要我们门门训是因为要他来填满服事，神要我们门训是因为要他来帮助我，要他来帮助你，神要我们门训是因为要我们需要填那个，因为要开新的组，所以我们要一个组长的名字，所以我们要放下去。这一些是行政，不，真正我们要塑造一个领袖的时候，他是要从神的国，要从 M100 的角度来看待，到底我们要如何建造一个 M product。 然后那个钥匙是什么，我们要建造出来的人是怎么样的人。那因为这个是一个 special weekend, 有好多堂，不可能今天在一堂就讲完，这样我讲完的话 Pastor Fuji 不用讲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在这一堂，我相信神给我们的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相信接下来 FGACYC 不管在东西南北，在中央 Young Warrior, Young Professional, Young Dreamer, Wonder Kids, Young Family 等等，我相信我们都需要这样的 end product, 因为没有这样的 end product, 你会发觉我们只是能够尽力的去做，但却没有很大的果效。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如果你旁边的人没有带圣经，你就知道他上面的领袖的 end product 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十四节，找到了说阿们。那十四节英文圣经是这样说， And when they came to the crowd, a man came up to him and kneeling before him. 耶稣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有一个人前来跪下对耶稣说， And say, Lord, have mercy on my son, for he has seizure and he suffered terribly, for often he falls into the fire and often into the water.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了癫痫病，非常痛苦，好几次掉进火里和水里。And I brought him to your disciples, but they could not heal him. 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他们却不能医好他。OK, 暂时暂停在这里。你看，有一个孩子，他受很大的苦，被鬼附，常常把自己掉进水，然后掉进火。那么这一班人知道耶稣的门徒The end product 应该是很厉害的，哇！谁不懂 CYC 现在带动复兴领导潮流，去到哪里，很多人都懂 CYC。想到说，哇，某谁了？我参加 CYC USA, 我参加 CYC BJ, 我参加 CYC Starbucks, 我参加 CYC Gabon, Sungai Long, Puchong Klang, 应该是这帮人好厉害的。所以呢，这一帮人就把这个被鬼附的孩子带到门徒的面前。带到这些 end product 的面前，连准时都不能的 end product, 然后这一班人就啊阿拉玛赶不出，
他们奉耶稣的名，耶稣全得胜，哦，耶稣全得胜，耶稣全得胜，耶稣在唱歌，然后在那边哇，奉耶稣的名走走，那个鬼，还是不怕，然后唱哦，他们想唱错歌了，应该是要唱奉主耶稣圣名，奉主耶稣圣名，没有听过对不对？我们的时代，耶稣就必得胜，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奉主耶稣圣名，魔鬼必赶出去，还是赶不走。有没有发觉好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就是这样， We try to counseling someone， 我们 try to 说服一个人，我们 try to 引导一个人进入神的意象，我们 try to 跟他说，哎，你不要再这样啦，你不要再犯罪啊，你不要再冷淡退后，你要火热爱神，你要传福音，然后他踩你都傻，他里面的鬼踩你都傻，然后你很努力开会祷告会进食， nothing happen。 门徒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发觉 all these years 他们跟了耶稣一段时间，阿拉妈赶不出，然后耶稣说什么？十七节，耶稣如何回答 ？And Jesus answered, "O faithless and twisted generation, how long am I to be with you? How long am I to bear with you? Bring him here to me." 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怪谬的世代啊！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一起说不信。十八节 ，And Jesus rebuked the demon, and he came out of him, and the boy was healed instantly. 耶稣斥责那鬼，鬼就从孩子身上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好了。Then the disciple came to Jesus privately and said, "Why could we not cast it out?" 门徒悄悄地前来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 He said to them, "Because of your little faith. For truly I say to you, if you have faith like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you will say to the mountain, 'Move from here to there,' and it will move, and nothing will be impossible for you." 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一起说阿们。一起说芥菜种。那耶稣他就马上把鬼赶出去，英文圣经说 instantly， 马上。门徒用了好多小时，很多时候很多领袖用了好多个月，好多个星期，好多年， nothing happened。But immediately, 当耶稣赶的时候，砰，就走了。门徒 is not by structure or position. 你可以是被称呼门徒，因为那一班人也是被称呼门徒。门徒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位置，只是一个职分。门徒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岗位，他不是。因为你跟着某某的大牧师，你就是门徒。It will not automatically produce you to be the disciples that Jesus want. 我们只会在名誉上是门徒， but 权柄上 we are nothing. 那当我在看思考 M100 的时候，我问神，是啊， M100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除了 willing heart。Which is 很重要，所以这首诗歌 I give my heart to you 就这样出来，心很重要。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authority， 权柄 authority。门徒的 missing thing 在门徒的 life 这一个时刻是权柄。很多人都很懂，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上了很多的班。去了无数次的装备课程、圣培、圣经课程，无数次的 conference， but 不等于他有 authority。当一个领袖、当一个门徒没有权柄的时候，不管你多努力 ，believe me， nothing will happen。因为神给教会的权柄。是天上所捆绑，地上所捆绑。天上是放的，
地上也要释放。 And that's the purpose of church. 当耶稣跟彼得说，你的名今天不再叫西门，叫彼得，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天上捆绑，地上捆绑，天上释放，地上释放，是一个权柄，大有能力的权柄。在我们中间还有好多还没有去建造粪堂，不等于你不会建造粪堂。 And believe me that 有一天当你去到一个地区，从零开始，从一个没有，好像 Sereman 跟 Klang 这两个地区， What is the key of church planting? What is the key of disciples making? 不是只是教导他们会带敬拜站，不是只是教导他们会带小组。因为当我发觉我能在 Sungai Long 的时候，特别是有成人在的时候，上个两个礼拜前母亲节，砰，礼拜六，哇，一大堆成人在后面两排坐在那边，带赞美敬拜的时候他们还坐在那边，然后我在后面，他们 try to 讲请站起来，请站起来，然后讲不到，没有站起来，然后就用一个招啊，我们回去小组围圆圈围着他们。我说阿拉妈，这些很哥很弟坐在那边，然后那些中学生围着他们，哦，何等伟大的爱。过后我跟他们说，哎，来来来，检讨的时候来说，不是这样的，是要有权柄。我说你是领敬拜，你站在那边，在那一时刻你就是那一个被恩膏受权柄的人，你就要跟他说你站起来。他说啊，当然我讲我这样是夸张，让他们感受到权柄。我说你要思考，你要操念，你是那领敬拜，你要跟他们说，安哥安弟，我相信今天你来，既然你已经来了，好不好，你现在从你座位上站立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因为你已经来了，你也是可以很年轻，一起说，一起跟这些安哥安弟说，你也很年轻。然后跟他说，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从你座位上站起来，一二三，拍掌。你觉得你这样做了，那些安哥安弟会站起来吗？可能也不会，但是终点不是他站不站起来，终点是你带着权柄，让他的灵站起来，让你在被你在带领的孩子，不管是年长的、年少的、年幼的、最小的，你要有权柄来带领你的团队，你要有权柄。我讲的权柄不是那一种哦，不是那一种。哎，安静！然后他们还讲这，然后骂他们、打他们，词有词你，我是你领袖，不听我讲，挠他耳仔，然后一锤给他。我讲的权柄不是滥用权柄。我讲的权柄在这里，耶稣的权柄是有果效的，是有爱的，是有能力的，是能够把一个人 transform 从 A 去到 B 的。审查一下我们的领导，我们是 B国丁变成 Daniel， 然后他原本很不愿意的，你想尽办法啊，把东西塞给他啊，你做这个 Daniel 做过的就叫他做，你做你做你做，想办法 push 他 push 他，然后让到他 burn out， so that 他可以透过 burn out 他变成 Daniel。 我们的权柄是这样用吗？好多时候好像是这样哦，但是在这里耶稣基督用的权柄，
他跟门徒说，只要你的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你跟这座山说 move from A to B， 他就 move from A to B。 哇哦，很玄哦，好像抓摸不到哦，好像很难哦。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一天你有机会带一个很富有的生意人，或者是他在社会已经有一把年纪，他很有经验的，然后伯叔哥说，好，你带这一群人，你带不用很多，两三个人，你想你会怎么样带他们？你想你有没有那个权柄去带他们？然后你在想，这些人会不会听你讲什么是权柄？记得有一次那个将军 The centurion 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我是一个将军，我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只要我吩咐我的兵去他就去。然后他跟耶稣说，耶稣，我知道你也是有权柄，只要你跟我孩子说得医治，他就得医治。记得这个事件吗？然后耶稣就说，哇，你的信心好大哦，马上他孩子得医治。什么是权柄？权柄是被带的人他是服你的，他是愿意的，他不需要你逼的，他不需要你拉他的，他不需要你这群羊在你前面你赶他走啊，替他走啊，权柄是羊在你后面的，然后你是哎，哥，不走啊，你在那边死，当然不是这样啦，不走啊，门要关的咯，你就在外面啊，哥，然后他们就哇 Daniel Yo， 哇 Pastor Melvin， 哇 Pastor 哥，我要跟着你，这个叫权柄。权柄 makes things different， 权柄不需要在那边你开一个布道会，然后你开一个领袖 gather， 然后你逼那些人来，不需要。权柄是如果刚才只有20个人在9:30，权柄是如果说开始即使是20人我们就开始讲道，那个是权柄，不需要等人来。Okay？ 权柄是一个很重要的恩膏来建造你的团队。如果你要看到你的教会更大，如果你要看到你的团队更有能力，然后我们常常说神啊，给我们恩膏，给我们恩膏的话，你必须要抓到，如果你的恩膏没有权柄，鬼都赶不走，不要说赶鬼啊，人你都带不到，你还要想赶鬼啊？一个很难搞的孩子，你都没有办法释放你的权柄，然后让他在这个权柄之下有一个 transform， 变成那个 end product， 那你要怎么样还说啊，其他的神迹奇事呢？其实对我而言，要怎么样在权柄里面服侍神，很简单的，真的很简单，简单到好多人都不做，简单到好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耶稣说，只要你有一个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再说芥菜种。因为耶稣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权柄呢？因为你们没有信心，你们信心太小了，你们的信心很小。然后耶稣说，但是只要你有一粒芥菜种的信心，你就可以移一座山。你知道芥菜种有多小吗？我不见了我的芥菜种，以前我都放在圣经。芥菜种是小到一个程度，如果我的手指这样拿着的话，你都完全看不到，那个叫芥菜种。芥菜种在另外一处经文，马太福音13:31-32，那边记载的很清楚。在13:31-32，
31节说 He put another parable before them say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That a man took and sowed in his field 耶稣又对他们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人拿去把它种在田里32节 It's the smallest of the seeds But when it has grown It's larger than all the garden plants And become a tree So that the birds of the air come And make nests in its branches 它是种子中最小的但长大了却比其他的蔬菜都大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枝头上搭窝那芥菜种是种子里面的最小的如果有一千粒种子它是最小的但是当它长大的时候哇哦所有的鸟都会在那棵树聚集在那边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there will be big things big anointing big authority 不管那个人多富有不管那个人多厉害多成功都会聚集在这个权柄里面And then the question is how? 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的权柄在这种星星因为权柄就是星星建造 M100 粪堂离不开星星你不要以为哦，只要我会我在中央我学了带敬拜我学了这个策略我探讨了然后我们有一个 proposal 怎么样开粪堂你以为去到就可以的话 you try 啦我们在苏艾隆我相信不中 plan 也是一样这三个新的分堂我们是肩步走步的不是你 plan 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它就会 work No It's like step by step 你完全不知道 what's the next But by faith not by sight 所以当我们在心性里面的时候它一定是跟权柄有关系因为权柄是你现在看不到的你没有的只不过当你在心性里面继续操作的时候权柄就会出来它就会长大 So number one 如何的在权柄里面建造 Do the small thing All the small thing All the details 每一天都在做每一天都在操练当我想我的 end product 我的 disciple 我的秦风要怎么样我的 Ellie 要怎么样我的 Jason 要怎么样我的洛平要怎么样好多年前洛平 David Robin 只是一个普通孩子跟你没有两样但是当我门训他们的时候我已经在想我的 end product 有一天 David production head 有一天秦风 pastoral head 有一天洛平分堂的牧者已经在我里面And then, 当我要它成为这个 product 的时候，我在想 ，Then what do I need to do to become that product? And 我发觉很重要的是做 all the small detail 那些小的东西，我自己先要做，我要常常做，不断的做，做到一个程度，他们懂得怎么样做。因为如果我是那个 end product 我塑造出来的就会 move from A to B All the small details 什么意思 all the small details 很多人不做的报告报告回给你在上的领袖我做了什么当他吩咐你哎，我们开会讲了 ABCD 你们去完成这 ABCD 他吩咐你当你在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报回报啊、Pastor Daniel、哦、Daniel Yo、啊、Pastor Melvin 我做了这个 ABCD 你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去 improve 的吗好多人都不去做的好多人开了会过后领袖吩咐了的东西都没有传下去很 last minute 才传下去 See Not detailed enough 好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做的就是让人看见的让人可以拍掌的但是一粒芥菜种是小到一个程度没有人看见的你要常常做那些东西是没有人看见的当你门训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所以你看不见我在门训了
因为我躲在 meeting room 2门训。 Daniel Yeo 也是这样，毕燕也是这样， Pastor Melvin 也是这样。当你一直操练这个 small detail， 很多人就觉得很麻烦的啊，见人哦很麻烦嘞，要讲什么哦，你没有操练，你当然不知道你讲什么咯。你知道好多时候我的信息，我的内容是从我的一对一领受起来。当我一对一那个人的时候，噗，突然间有一个亮光进来，突然间有一个经文进来，然后我门训了过后，我就会回家思考，哇，神啊，很厉害嘞，刚才这样的一个门训，哇，那个人突然间醒过来，我就会从那个信息再演变，然后再研发 develop。 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要看到啊，我要学讲道，我要成为一个恩高的讲道者。圣培也有教导啊，对不对？如何讲道学，然后好多孩子都在我们前面操练，一讲的时候啦啦啦啦，都不知道讲什么。不是，当然还是要操练，但是你要知道操练这个讲道学，除了你有逐字稿以外，你必须要门训，越多人越好。如果你门训来来去去都是那两个三个人，难怪咯，你的道讲来讲去都是跑不开的啦。你还没有讲下去，我们都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但是当你一直在门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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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当你做这个最小的东西，没有人要做的东西，你会发觉哇，你累积恩高，你累积权柄。最近开拓了 FGA Sungai Long 的时候，刚开始在九月尾，我们开始的时候，九月头我就跟神祷告，神啊，我一定要做 family， 我要做家庭。博寿哥以前在中央一直跟我说，立峰，你不可以永远在Young Warrior的，你要升上来，你要带 YP， 你要带子庆，你要带 family， 我都一直拒绝他，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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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的负担是年轻人，但是当我去到开教会的时候，我发觉哎呀不行哦，不可能，我来到 Sungai Long 只做一个 Young Warrior。 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尝试性的东西，我要行走在水面上。然后我就祷告，想办法找我的邻居，我邻居就在我对面，他信了主但是还不很委身，我就叫他们过来我的家。夫妇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信了主，拆了偶像，然后门训他们，每个礼拜五12点他们才得空，那时候12点门训到半夜2点，教导他们如何读圣经，跟他们讲一轮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坐坐坐坐坐坐，然后一直操练一直操练， nothing happened。然后过后有一对夫妇来自其他的分堂，他说帕斯等等我们也要来建造分堂， OK 好。然后我说我们想办法去带领更多的人吧，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我到最后我想 OK 了，既然没有 family 来不用紧，我就门训这对夫妇，他们的感情，他们跟孩子的关系，他们对教会的意向，啪啪啪啪走走走。然后突然间在前一个月多来了，其实一刚开始已经来了一对夫妇，但是这对夫妇我没有去见他，是因为他是来自别的教会，20年在那个教会，然后在社会是很成功的一对夫妇。然后但是来了几个月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还来呢？我就决定去见他们，讲英文的 OK， 然后就见他们，然后就明白了，哦，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来 CYC。然后我就哇很开心，我叫他们，你们去祷告看神有没有粮给你，我就没有再想了。然后过不久又多两对夫妇来了，然后我就哇开始家庭。礼拜天我们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呢只有两个家庭罢了，三个加我，我 Eric Lily 还有 Jensen Manway 他的我的邻居没有了，然后也来下不来下了。但是在前一个月多突然间五六对夫妇，现在我的邻居的大哥他是黑社会大佬，很有实力的一个大佬，都来了信了耶稣。然后我叫他来我的家门训，他跟他讲圣经，
做了最少两次。那我在回想的时候，然后我找另外一对夫妇，他们在英文堂已经20年的夫妇，他们跟我说，哇，他们的负担，然后他们看到神怎么样透过 Amy 拜，巴拉巴拉巴，然后他们跟我说，会有一个有钱人是他们很好的朋友，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很低调的，在 FGA 没有人懂的。他说我要把他带来，因为他可以帮助松爱龙的发展。我就想，哇，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个权柄去牧养这些50-60岁的家庭呢？哎，我才40，你知道吗？你试一试来牧养我啊，你试一试带我，你试一试弯我弯我，你试一试弯我弯 Pastor Melvin， 你试一试弯我弯 Daniel Yu， 你会怎么样？牧师你吃了吗？你看，好多时候我们一面对巨人的时候，我们惧怕，因为我们没有权柄，我们不在权柄里面操作。权柄是需要刻意的操练，刻意的做，不断的做。当我回想现在在 CYC 松爱弄所有的经历的时候，我发觉感谢主，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次第一个大洗牌，博寿哥就把了 CK Richard 还有几个大的放在我的牧区，他们起码大我7年，那时候我才20多岁，我在心里想，不搞错，博寿哥这么多人你不放，你放他们在我这里，又不放去林凤那边哦，放去我这里哦。然后我就 OK 了，拿起星星，拿起权柄，不知道有没有的，就是这样做操练，弯我弯他们。然后我看到，哇， Richard 开始改变，哇， CK 开始火热起来，没有想太多，只是操练，专心的去做这些小的东西。2007年所操练的预备了2019年，所以开始可能是小，可能是没有人看到，没有人会拍掌，但是当你一直去操练，一直去做的时候，很麻烦的事情，关怀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带领一个人，很麻烦。我不知道你的 checklist， 在 iPhone 有一个 notebook， 然后里面有一个 task， 每一个星期我要见的人都满了，几乎有时候在这里已经放了一段时间都还没有见。我不知道，当我们做领袖的时候，我们对门徒训练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是否是只是啊，你快快做组长，你快快带领小组，你快传福音，只是这样？如果只是这样，你的门训不到位，你的门训没有办法建造权柄，因为你真的是要一个人被栽培，被栽培起来，你必须要一直见他，一直帮助他，一直塑造他，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在他里面想他在想什么。你一直要一直操练，有一个人信主，你就要操练做一对一，开始你新生命。哇，另外一个人信主，你就要开始做，开始你新生命。哦，又多一个人信主，你就要开始做。Pastor Daniel， 牧师还在做 NBCG， 还在做开始你新生命。What about you？ 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太高 ，you know。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小的东西，我们下不来。当你下不来，你知道，当刚才的经文，耶稣赶鬼的这件事件，门徒赶不出的，如果你看另外一本书，他们是刚刚从登山他们是刚刚从 Mount of Transfiguration， 从那一座山耶稣变身的，然后摩西跟以利亚出现的，他们刚刚从山下来罢了。很多时候我们太高了，我们在那边下不来，所以就赶不走，所以没有权柄。很多人在外在看你，你是领袖，他在外在 respect 你，但是在里面他完全不服你，在里面他完全不觉得
你有资格释放你的权柄在他身上，因为你每一次讲话他们都听在眼里。最近我见一些领袖的时候，因为我一定要知道我在Sungai Long我的 first line 做到怎么样，我跟秦峰去见他们的时候，下面的人跟我说 Pastor Daniel， 不是有时候我不要服他们，是有时候他们做东西你知道吗，要在我们的时候要晚读 Zoom 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你知道吗，我只是说哎呀不用紧啦，这些在学嘛，但是在我心里面只有迟你晚读 Zoom 啦，以后我跟秦峰晚读 Zoom 干哦，晚读 Zoom 哦，以后我都晚读 Zoom 看谁上台带敬拜咯。然后他们跟我说哎呀有时候他们的安排啊巴巴巴，他们讲话虽然没有意，但是下面的人都听在眼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很难做你知道吗，放你在上面你又不争气，你只是带着那个权柄，甚至有时候哎，我听说的啦，我还没有去查验啦，开车那个领袖开车然后跟他们讲一些话，他们好像没有给他回应，他就生气停在一边，转过身听到吗，哇我在想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耶，哇你为你乜水哦，难怪有时候有一些人 post 在 Instagram 啦，我们不是 full timer， 我们没有付钱的，你不要什么都要求我们，难怪啦，我们需要有管理，我们需要有秩序，不可以凌乱，对的，但是请记得你还没有执行你的所谓的架构的那种的权柄之前，你还没有执行，你还没有 execute 你的那种的次序 order 啊，你要 report 吧吧吧之前，你 make sure 你爱他很多咯，然后你 make sure 你已经见了他很多咯。当我见这一个在新的一代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第一次见他们，我还没有真正的花到时间，他们做的东西是很优质的，其实也不能够怪我上面的这班领袖，因为他们也很幼稚，但是我知道我还没有花够时间，所以我不会一第一次见他就，你知道你很幼稚吗，你知道你很不无根柱子，这样是什么尊敬保护领袖，你知道你没有做到吗，我可以这样来招他你知道吗，但是我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我要累积我的权柄，权柄是需要建造，不是你吩咐然后你 frustrated 啊！你看 Pastor Daniel 那个人没有回应，那些人不要来，这个人不要参加这个，我心里想当然咯，你都连打一个电话问一问哎，你要不要来，打一个电话都不做你知道吗，现在 WhatsApp 等他回复，等他回复我，如果你觉得这个 work 啦，早都是大伯复兴了咯，早都是当很大复兴咯，早都苏埃隆现在1000-2000人咯，你知道为什么还在这个水流吗，这个水平吗，因为每一次都是我打电话的，有时候我知道 WhatsApp 不 work 的我就打，哎，秦峰啊我麻烦一点哦，没有办法的，你越不做这些小动作 Nothing will happen，你以为你一个 WhatsApp 全部人要听你的，哇那你咪好大，然后如果真的 work 啊，早都复兴了咯。 That's why 上次我在 L5 的时候说椅子空是有原因的，团队不成长是有原因的，不是你的领导不够好，是你不够细节，是你不够，你做东西
不够那种的，你不够麻烦你自己，听得懂吗？你常常嫌麻烦啊，啊又要做这样啊，要做这样，就是要这样。你不麻烦，对不对？然后你盼望你的门徒会好像国定变成 Daniel， 对不对？你慢慢等啊。然后这句话是 wait disciple， 不是 make， 是 wait， wait and nothing happen。下一句，不是 transform life， 是 life no never change。所以你必须要麻烦你自己，常常做这些小的动作，常常去检讨东西，把东西记录下来，你领袖吩咐你的。为什么我发觉很多时候我问，哎，不是讲好了吗要这样做，他们讲阿拉妈忘记了哦，哇一句忘记了哦，这样我要怎么样回应呢？我在想啊，这样以后我做咯，你不用做咯。这样如果我以后我做的话，这样我们又不用讲 M100 了哦，是不是什么都 Pastor Daniel 做哦。所以门训是一个不是一方面上面的人一直教你帮助你，你自己也要成为那一个一直学习改变突破。你喜欢的人你又什么都帮他想，有时候我真的很想骂了，你知道吗？只有吃你哇，你喜欢那个女生那个男生哦，他做什么你又想得很哇很细节的，你帮他想东西，真的在教会最容易看的了。你不相信哦，如果那个女的或者是那个男的他是在做这个special kids 的残障人士的施工，然后如果这个男的或女的喜欢了对方的话，你会发觉虽然他带着中学生哦，这里有需要他马上帮他想了，哎，有什么啊有什么啊，然后叫卖他整个中学组去帮他听吗？很奇怪哦，所以你的恩告哦很惨啊，以后我只是能够放你做婚姻辅导啊，因为你只是会这样吗？但是也不一定你的婚姻会很成功，你知道吗？这样，所以你必须要重新明白很多东西，必须要双方面，你自己要先成为那个 product before 你要求你下面的人成为那个 product， 而你要从这个小动作一直累积，一直做，一直操练，不要只是上到台的时候才学习我要怎么样有权柄跟老人家跟成人讲话，不是，你还没有上台之前已经写下来你要讲什么。我们以前带敬拜赞美是写下来每一句话我要讲什么，我讲到每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早上好，我都写下来啊。我十九岁第一次讲到每一句到最后请座位上站立起来写完下来的，然后一直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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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有权柄哦，所以才有恩膏哦。不是你以为啊 OK 的阿妈我得着了，不得啊，你讲到还是半桶水啊，还是没有人听得懂啊，你讲话都讲不好啊，是因为你很少操练，在你的房间在一对一的时候你很少在小细节检讨你自己，你把你自己好像鸵鸟这样隐藏在那个洞里面，见完了一个人你拍拍手觉得哇今天我做了十个人，但是你去问一问叫你的领袖问一问这十个人他们 OK 吗，被你见了他们很有热忱吗，还是他们很累？好多的权柄你不一定要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阿们。然后第二样，我猜第二样罢了，还有剩下七分钟吗？是这样的咯，很少再苦才讲到嘛，现在对不对？一讲就要讲三个小时哦，当然
一个 point 一个小时，你知道吗？小薇不是我的恩膏啊，一代比一代厉害。Are you okay so far？ 领袖就要耐一点哦，领袖都不耐啊。以前没有领袖带我，我怎么样做？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特地找一个牧师，因为没有人带嘛，就自己找哦。然后每逢放假都去到他的家，搭五个小时的车，教他跟我讲圣经。他一讲，就十二点半夜讲到早上六点。所以啊，你要恩膏对不对？你要权柄对不对？你要学习做一个好门徒。第二，你要在权柄里面，你必须要在谦卑 humility。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 Then the mother of the sons of Zebedee came up to him with her sons, and kneeling before him, she asked him for something. 那时西比带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前来见耶稣，他跪在耶稣面前求他。 And he said to her, what do you want? She said to him, say that these two sons of mine are sit, one at your right hand and one at your left in your kingdom. 耶稣问他，你想要什么？他说，求你下令使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Jesus answered, you do not know what you are asking. Are you able to drink the cup that I am drinking? Then they said to him, we are able. 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He said to them, you will drink my cup, but to sit at my right hand and my left is not mine to grant, but is for those who he has been prepared by my Father. 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 And when the ten heard it, they were indignant at the two brothers. 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两兄弟生气。But Jesus called to him and said, you know that you, the rulers of the Gentiles lord it over them, and their great one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them. 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 It shall not be so among you, but whoever would be great among you must be your servant. 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 And whoever you would be first among you must be your slave.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奴仆。Even as the Son of Man came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as to give his life to the ransom for many. 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使做许多人的赎价。注意，二十三节说，你要坐在我的左边、右边，你要有权柄跟恩膏，不是你要就有。是耶稣说，是预备给那些已经装备好的。十个童女，五个很早就来了，五个很早就把油装备好了，五个常常 position 自己的心在一个 hunger and humility。 不是你要就有，不是你是 leader， 因为你需要来，你来你就以为你会有， nothing will happen。 然后耶稣说，当你二十五节，我们的权柄，所谓的权柄不能够好像世界的权柄，当你坐在那个位置他就自动有权柄。在世界是这样，在教会界不是这样。在服侍 Amy by making disciples 肯定不是这样，他必须要来到很低。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卑微，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做的东西好像，哎呦，很可怜。因为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大牧师，你还要下到来做 one on one， 你会觉得很卑微，很不起眼。有没有搞错？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就是要做这样的东西。你越不想做，是不是？神就会越给你很多这样的功课。你越不想降下来谦卑，神一直会逼你走那条路。因为他知道，如果你要完成 M100， 你没有权柄你是做不到。你要有权柄，
你就会有谦虚，你就要做仆人，你要做 driver， 不要玩 zoom 去做 driver， 是愿意的做 driver。 Pastor Daniel， 我们 Pastor Joshua、 Pastor Melvin 在早期前面三四年 CYC， 从2005年到2009年，我们都是 driver， 我们不是 pastor。 不要看我们的今天，看我们的当时，当然你感受不到，因为你不在那个时代。但是如果神的话语说你要有这样的权柄坐在右边跟左边的话，将你先降下你自己，做没有人要做的，准时出席，如果迟了交代一声，不是说不可以迟到，学习交代，学习把你的脸、你的 face 放下来，只是一个讲一声，领袖不好意思我迟了，然后诚实一点，不需要假假的，不用讲偏话的。第三，如果我们要在权柄，我们必须要忠心在小事情。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第一个点是做小的东西，第二个点是谦卑，好像仆人去服侍任何的事情，第三个做小东西也要忠心。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 One who is faithful in a very little is also faithful in much, and one who is dishonest in very little is also dishonest in much. 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我常常跟我的领袖说，如果我们要放一个人在台上，不管是 backup worship leader musician whatever，我们都可以放任何人，因为我们不够人。但是如果你要 promote 他成为敬拜团的头，你要 promote 一个 backup 成为一个领敬拜，一个领敬拜成为领敬拜中的领敬拜的话，一个 musician 成为 leader of the band 的话，你一定要从他平常有没有忠心在小市场。他 practice 的时候，他是坐在那边按电话 practice， 还是他很认真的 practice？ 然后他是如果说2点练习，他3点才到，每一次都迟到，每一次迟到都是同样的理由，我就会跟我的领袖说 Never promote such person。 不管他觉得他自己多有能力多好，同工们不要每一次当你的在上的领袖没有 promote 你，你就用一句话说，哎呀 Pastor Daniel， 我知道我是很不好的孩子，我知道我很糟糕你不用我，我明白的了。哇，这样讲话哦，你这样回答，这样要怎么样呢？你自己都帮你自己，你自己 If you don't help yourself, who is going to help you? M100 is not a slogan, my friends. M100 不是只是渴望就可以完成，是必须要很忠心，很忠心，重复又重复， week in, week out。 有哪一个服侍同工现在敢说你不累的？请你来苏埃隆服侍，请你去不中，因为你太得空。有哪一个领袖在任何的分堂在中央会说我很得空的，牧师用我了，那我很不累的，我一天睡10个小时的？有哪一个同工会这样讲话的？每一个同工都每一天睡不够的，又要载人，又要带主，要预备讲道，又要预备敬拜赞美，然后又要来特会，又要早来，又要准时来， blah blah blah， 哪一个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的 end product 是一个忠心的孩子，是一个
faithful in smallest detail， 将你自己就要成为那一个人。So think， 我们 CYC 未来十年要建造的门徒是怎么样的门徒？随随便便，得过且过，做就好了，做不好不用紧，那种态度。为了做而做，这种理念，还是我要兴起一个是，你教他飞，他可以飞；你教他游泳，他可以游泳；你教他走在路，他可以走在路；你教他做任何的东西，他都可以。Which one? To me, very simple. 我带的人，如果不在这种 criteria， 耶稣说，在另外一处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最后，我用这个经文我们就结束，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 Now great crowds accompanied him, and he turned and said to them，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身对他们说， If anyone come to me and does not hate his own father and mother and his wife and children and brother and sister, yes, even his own life,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Whoever does not bear his own cross and come after me cannot be my disciples. 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For which of you desiring to build a tower does not first sit down and count the cost whether he has enough to complete it? 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费用，能不能盖成呢？Otherwise, when he has laid a foundation and is not able to finish, all who see it begin to mock him, saying, "This man began to build and was not able to finish." 恐怕安了地基而不能完成，所有看见的人就讥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三十三节， So therefore, any of one of you who does not renounce all that he has cannot be my disciple. 这样，你们中间不论谁，只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设立一个 criteria， 一个条件，要做他的门徒，必须要付上代价。There's always a cost to be a disciple. 英文是 cost。C-O-S-T. There's always a cost. 在二十八节，如果有一个人要盖楼，他必须要算好他的 cost， 他的本钱。 So in order to become a disciple, there must be a cost. 有一个价的， There's a price to pay. If not,Then, 可想未来的十年，接下来的十年，我们有的领袖只是有名分，但却没有权柄；只是有外在的虔诚，但却没有内在的热忱；只是有外在的领导的技巧，但却没有内在的恩膏 to move a mountain。我相信，在过去的七八个月，当我们去了布中、石人班、Klang、Sungai Long， 其中一个我们体验到的叫权柄。我们发觉 Plant Church 很需要的是权柄，不是技巧 ，but authority。因为当我们在权柄的时候，你发觉人不知道从哪里就会走进来，因为人是在权柄设立的。当他们遇到真神的时候，当他们遇到一个好牧者、好牧师、好领袖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他们的生命愿意就这样的跟随这个属灵领袖。耶稣叫我们是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一个 end product，
that is 在神的字典里面 qualified to be the disciples， 不是只是在名誉上。我的祷告是今天在整个接下来的特会，当然我们不知道 Pastor Fuji 会跟我们说什么，但是我相信在昨天跟今天，神预备我们的心，神预备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念一定要对。因为如果我们的理念不正确，不管你多渴望，你会发觉你的心跟你的想法一直打仗。罗马书保罗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地方跟我们这个地方一直打仗，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这两个地方 synchroniz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the power of authority as a leader。 我讲的 authority 记得不是世界的 authority， 用命令，不是，是用服事，是用忠心，是做那些小的东西，越小越好。 If you want to see that your anointing grow， 好像一颗芥菜种成为一个很大的树，做大事，神很大用你，在讲道，在带敬拜，在领导，在牧养，在事工的话， If you want that anointing of the big tree， be the mustard seed， do the smallest thing。 Amen。 我们一起从最后站立起来，我们先一起用方言来祷告。沙拉巴拉巴西利亚，拉巴拉巴拉巴西利亚，沙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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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利亚，拉巴拉巴拉巴西利亚，拉巴沙拉巴巴巴巴利亚，拉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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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孤单的身体啊，慢慢地站起步，답성이야삼바야히구마누둥마다구다답성이야나티자시무샤라바시디야是的主，圣灵今天下午我们早上再次来到你面前，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继续的在谦卑里面，圣灵啊，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的名，主啊，圣灵你现在来触摸每个领袖们，特别是今天早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听见了你的话语，知道说在我们的服事道路我们必须要有权柄，我们必须要在你的权柄上来服事，而不是在能力技巧罢了，而主啊，这个权柄是透过做小的事情，忠心在小的任务，同时谦虚，圣灵，请你光照在这里的每位领袖，落在我们中间。你知道神今天早上在跟你说，孩子，你必须要谦卑下来，你把你自己放得太高了，你太过自满，你现在拥有的施工跟岗位，很多时候不是神不爱你，神没有拣选你，神没有用你，是很多时候你的心没有打开让他进入你里面，很多时候神是要透过人，你身边跟你配搭跟你服侍的，在你下面被你领导的人，很多时候神要透过他们释放一个更大的恩膏给你，但是好多时候你一直的 delay， 你一直的拖延，你一直的 procrastinate， 你一直的在那边很悠闲的，很悠闲的，就是你好像不看重他这样，你一直的在拖延神要你找的人，你一直给你许多的理由跟借口，说我很忙，我要工作，我要念书，我要做很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要听清楚，今天早上若你要成为，你要看到你下一代成为刚强的门徒，能够完成 M100 的一群的领袖的话，首先你自己必须要成为那个 end product， you have to bear that cost， 你必须要付出那个代价， or else 你塑造出来的领袖未来的十年只是一群鸣的锣响的吧，只是在外在的建造，没有办法更深入的在恩膏里面运行。让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你知道如果神在跟你说话，当我们数到三的时候，你就来到前面这个地方，你知道你需要谦卑，你知道你需要，你真的是发觉在过去一段时间你在拒绝做这种小的东西，你很不想，你很不要，你很不喜欢领袖一直提你，但是你就是拼命一直觉得你不要做，你不想做。今天早上神要给我们新的恩膏，他要用你，他要膏抹你，他要释放权柄，但是你必须要先悔改，你必须要先来到他的面前。那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来到前面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沙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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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里，沙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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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沙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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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不用管你旁边的朋友有没有出来，今早上回应他。I give my heart.
I give my heart， 在前面的领袖 I give my heart surrender to you， Jesus my Savior， 圣灵请你来。There's an anointing in this place. Move in their hearts, Holy Spirit. Let your heart be my heart forevermore. I give my heart, I give my heart to you. 拿走那些骄傲的灵，拿走那些自以为的，拿走那些懒散的灵。当我们不在忠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在懒惰里面，我们自然就会在懒散里面。 I give my heartI give my heart， 奉耶稣的名，圣灵请你来触摸前面的孩子，前到右，左到右， Receive powerful Holy Spirit， anointing and authority to do the smallest thing。I see your glory now. Surrender all to you. Let your heart be my heart forevermore. I see your glory.今天早上最后，我要特别为着那些常常在台上带领讲道，或者是在小组牧区 combine 的时候，你是在台上带领的人，不管你站在哪里，神的灵今天下午上要服侍这些孩子们，提醒这些孩子们说，如果你想往更高，如果你想去到更远，如果你想更大被神使用，你必须要下到很低，做没有人要做的，你必须要很忠心在小事上，你必须要去思考你领袖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在我们中间，你是这样的同工，好不好？举起你的双手。神的灵在释放他的话语，你领袖最在意的是什么？你常常做不好的小事情是什么？你知道那一个就是一个关键，你能不能够接下来突破？你会不会领受你在上的领袖的权柄跟恩膏？ There are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taught but can only be caught， 有一些东西是你学不来的，你必须要领受，你必须要争取从你在上面的领导的恩膏跟权柄。如果你要服侍更大的族群，如果你要去到更远，如果你的讲道要有更有能力，你的敬拜和赞美要更有能力，你必须要很看重你领袖常常最在意的事情。如果你不在那样事情中心把那样事情做好， Then you will miss the anointing. The anointing will pass by your generation， 会去到下一代，会去到下面更渴望的孩子。 And God is waiting，
圣灵，我们请你来。沙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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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里亚拉巴，沙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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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如果你是这样的同工，你是在台上服侍的，你是在牧区在台上服侍，在今天你一定要跟圣灵祷告说，神啊，改变我。如果你要渴望去到更远，你要看到你未来十年去到更高， Be faithful。我奉耶稣的名破除所有骄傲的灵，破除所有懒散的灵，破除所有的谎言，离开我们中间。Receive, in the name of Jesus, power of Holy Spirit.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I give my heart, I give my heart to you. I give my all, I give my all to you. 从今天开始 ，Give your圣灵，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知道主啊，我们都知道你在改变我们，你在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主啊，不是知识，头脑的知识，乃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改变，需要一个更新。我们需要常常做小的东西，去到最低，做最小的事情。因为主，你要越大用我们，你要把更大的权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忠心在小事上，我们就要学习谦卑去服侍身边的人。谢谢你耶稣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一群的领袖们，保守我们一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不好，转向你旁边左右的，跟他说一句话，是神放在你心的一句感动的话。 Amen。